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下午上课的时间预计3点，我们已经耽误了，我们在等候外面朋友进场。那现在请各位朋友配合，请您回到您的座位。大会再一次的通知各位朋友，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课程掌握时间准时开始，希望各位朋友